不买这个，我决定买他一首《蓝水晶》。这个蓝多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丹娜，嗯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好久没耍大蛇了，来一把大蛇，非常的考验操作。在手感不好的时候不能耍，现在的手感还可以。想想我能提供的东西吧。有皮肤，高手。我先把女神之泪做出来啊！我在她六级之前，我要疯狂的压制她的补刀。她六级之前肯定不会跟我打的。先一个羊，两个羊。感谢老张的飞机，谢谢。好，行了，赶快补刀，到二级再压他。给他打去，护盾没了，掏他一下，哎，转，擦了个眼，看到我们皇子，这个戴安娜有套路，他知道六级之前怎么抗压，可以，哎，开始 Q 我，但是我二级就厉害了，点他，吃个药，好。他现在耗我血，他这波应该会用 Q， 想要刮我，刮到了，可以。但是你这个钱怎么打？两颗牙很痛，三颗牙很痛。可以，这波不闪死了，因为这个牙给到就是点燃，这波闪得很及时。这个戴安娜带的是点燃，看来他想打六级之后的爆发。好，这一波的压制有炮车能把他挡两波，他还好，亏的不是很多，我小赚。女神之泪够了，再来一个睁眼，小赚一点。他补了一个戒指，能够增加他的续航能力。但是我女神之泪做出来的话，我就不太害怕他的这种护盾硬挡我的伤害了，因为我女神之泪做出来持续伤害非常多，他挡也挡不住啊。所以这一波我一定要压制他，这个波是我压制他的好机会。不能错过，如果错过了再想压他，他可能就到六了，到六我可能就不太敢压了。没闪的，哎，正好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正好 CD 好了，我也没蓝了。这波他不阵亡，我是有点没想到呀。他肯定在疯狂的按 W， 最后的0.5秒好了，运气着实有点差，着实有点差。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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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没啥的。这个有点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他自己也没想到。那我还能再压他一波，因为我们到六还差一点。他其实到六之后就不太害怕我啊，因为六级之后他有资本跟我反打。当然他反打不成功可能会被我击杀，只是他有反打的资本，一旦躲掉了我的毒可能我就会被他杀啊，
所以在他六级之前我要找机会杀他一下看看。这波人不见了，给个信号 Q 到我了。他现在不敢打钱，非常的伤，我已经六了，他才四，下路有点厉害，对面他只能用 Q 打钱，这对他来说特别的伤。下路这波应该是死了吧，剑圣在下路躲我毒没躲了啊，这波炮车算了，血太多，不然我可以选择一波二闪杀他，我可以考虑一波二闪秒他一下，很舒服。队友有点搞不过哎，哎，真好，这一波你跑不了，我蓝也是刚刚好的空的，这手二闪他躲不了，很难躲。撤，他已经小心了很久，但是这波二闪恕我直言，不是职业选手躲不了。这把有点难打，难打的是他们的下路有点肥，上路呢还好。好，他六了，他六级之后我就要低调一点，因为他六级之后能配合打野了，二过来吸我一波，打野再跟上，我就跑不掉。读一下就跑，我靠，这么惨，这个有点惨，不太好打，这把是一点都不能浪，从头到尾都不能浪，下路太肥了。哎，人呢？拿蓝去了？不太清楚啊。帮他打龙去了。这一波他剑圣把龙偷了，这个地方没有眼，我可以考虑在这里阴他一下。他剑圣在下路，这一波没道理回家呀！啊，他应该不会回，给他把 Q 放了，我们再说。这波钱不给他打了。还手就带走，我得往左侧站，因为他们剑圣在下路。好，回家，暂时没有危险。这个线不太好，但我不能再吃了，我得走了。刚才那波在塔前是他反打的一个时间点。啊，我们也是提前的有预感，所以给他来一个死亡灵视，问他是打不打，再买一些小剑啊。下路基本上被我们这个把我们打爆了，他中路现在比较的崩，所以我没必要再去想着杀他。啊，我想着帮帮我的队友，但我帮队友要有条件，要有好的机会，要满足击杀条件，我们才能去啊。
像现在这种过直接过去的话就会被反杀啊，如果打野在的话，打野不在，但是我也不是很敢上，又没大招啊，我得先回一波啊，我先推一波，等一下我们如果打野在我就能取，因为他们杀我们的队友不需要一点点的血量就可以把他给击杀，我一个人去肯定是被秒了，我们还是在赖在中路，不着急的啊，队友太崩了不能帮，好很好，哎上当了，因为这波我皇子在啊，我故意的勾引他的中野，勾引成功，他们下路现在很疯狂，应该要来中了，我们赶快推，能推多少是多少，这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发育了，我们下路应该是在中期是没有一点点输出的，特别是女警这种英雄，好回家，他们要来中推了，这是必然的，我们要做好迎接挑战，最好是出个冰杖，但是现在钱不够，我可以再赖一波把这个冰杖给逼出来，憋出来会好一点，但是这波好像我有点危险的，他机器人在可能会冲塔强杀我，所以我必须得非常小心的往后站位，这波队呼叫队友，我不能靠前，有大招也不能靠前，他们现在三个在塔下杀我非常的轻松，等一等大，得呼叫一波队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ADC 杀一波，直接被秒了，不行队友现在来太晚了，没什么用，这个女警只有六级，一个这个啊，其实她现在点她这个的话等于没零输出，因为她的面板伤害还不够别人护甲高，现在所以我们赶快还是回吧，不要着急，队友崩盘不是说一定就输了啊，还是有机会的，特别是在中期他们推的时候塔下我们可以搞一搞，但是我们没有前排，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点，没有前排就会导致没有人能够扛得住，我冰杖还是要早点出，因为这把太难打了，我可能要冰杖的缓速效果来风筝他们，不然没有机会杀，团战赢不了，那你被我大蛇盯住你肯定跑不了，我靠，双招在还行不亏啊，因为他太肥了，在这种情况下把他双招逼出来杀一波队友再吃个头还是挺舒服的，扛我走，还行这一波还可以，赶快把炽天使做出来，兰德里的折磨做出来会好很多，他们现在的身板比较的硬，能够扛住我的这个双生毒牙三五次，只要视野有就不怕，跟队友交流一下，露露视野做好我们有机会，视野做好我们有机会啊，露露并不动了，露露直接给我来了一手不动了，这个可能他是掉线了，还是说他不太想打了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啊，我们再等一等他，来他应该出来了，这一波看看队友能不能来搞一波，队友不来我们不能去啊，没有视野非常的危险，
我们有闪现，非常的笨重，被近身就跑不了了。这个位置有机器人啊，放那个眼。我们有闪现的话，我想直接石化人其实不太好石化，必须得有人能够在前排顶住。好，这个走位非常的好，不行，太脆了。我们有足够的输出环境，露露也没有到六，连炸刀都没有，相当的尴尬。我的双生毒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，两颗牙就能定你一半。等露露六级会好很多。哎，人有点多，好，炽天使。这一波其实我知道他这里有人，但我没想到剑圣在，如果剑圣不在我是可以打的，所以当布里茨在出机械飞爪抓我的时候，我没有刻意的去走位，因为我觉得他抓到我的这个行为是在送死。我马上有闪了，现在这种局面必定是很难打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高地不掉就好打啊，拖，把这个凯特琳的装备给拖起来。他虽然不是对面的对手，他的装备和对面差了非常多，但是我们把他拖起来，我相信他还是有输出的，要给他足够的信心。差一点，赶快，这个布里茨的威胁比较大，其他都还好。布里茨一旦拉到我，我就跑不了，别把他这个打了。移到一半，他旁边有布里茨护着啊，不太敢上。现在没有这个峡谷了啊，倒还好。想秒我啊、我的大招马上好， EQ 有没有？伤害有点高，快撤进来。好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塔下问题不大啊，还行。我先出个这个，再来个睁眼。哎，这个马上够了啊，马上够了。这个丹娜非常想杀我，刚才在这个地方他想把我换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他的走位就知道，那个是在强行的在要换我，所以我提前的一波后撤。本迪奥来，别怕，别，这个后面有人，完了，能不能撤掉？撤不掉啊。哎，怎么没读到？快回来守一下。对面现在的话呢，无限的用命来送，把我们换掉啊、他们就赢了。他们现在比较明确，所以我们一定，哎，完了，好，快跑，掉一个高地能接受啊，能接受。
上路的英雄选的不太好，他要是一个坦克，来交给我，我来打。他没有闪，死路一条。先后撤，等机械飞爪做出来。哎，好，飞爪一出，随遇争锋，动不了的呀。哎，这个是动不了的，这个也是跑不了的，这就是我们提前出兵仗的原因了啊！非常的好，来大龙搞起来，来，这波大龙我们吃了，因为我打龙非常的快。来 ，ADC 怎么说 ？ADC 在下路打钱，行，给他打，问题不大。蓝不够了，快快快快快！这大龙一定要吃掉，这是我们翻盘的好机会。快好，我没有招，我什么招都没有，我只能平 A。但是这个平 A 还搞了一个头，来来，帮我把这个蓝吃了，帮我打一下，艾多帮我打一下，快快快！他们 AD 那个。完了完了，给个点燃，撤退一波。没东西了，都不是，一个蓝都没有，给一个牙的蓝就好了，给一个牙的蓝，他我就能把他收了。哦，我们的这个龙 buff 只有一个了，还在我身上，可以，这个龙 buff 其实我们拿只是为了不让对面拿而已啊，我们拿的话倒没什么进攻的机会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这两颗双生毒牙带着，好，赶快趁这波龙 buff， 趁他们 ADC 不在，赶快拿一点塔，快 ADC 过来帮一波，我这波有闪，很是强势，有一种无敌的感觉。就是肉，好撤，拆不了了。上路怎么样？能不能杀掉？差一点好像。好，可以，这个可以啊。布里斯有点无视女警，所以想要杀他。快跑！等一下。这个就尴尬喽，这个少个人，加上我们这个脆皮，行，换了，换了就好啊，他们推不了。来一个，直接出帽子吧，我出帽子伤害不够。我们这把上单的这个英雄不太好啊，卢仙，他要是换成一个比如说石头人或者大树这种，对吧，哎，那就非常好打，因为我削铁如泥，他只要随便上往前一顶，我就有输出的位置。这盘我的队友太脆了，没有人敢上，我也不能上，我一上就会被秒，而且他们会有金身啊闪现等等的招啊，所以第一轮我上不了。包括我们辅助也是，我们辅助如果是一个像对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英雄也很好打，所以这把对于我们的要求特别高，就是什么呢，哎，站位很重要，而且不能被拉，他们失误的话倒还好，因为有两个大前排。我现在没有闪现了，我的走位要非常的刁，跑跑路非常的快，女警不在，这波打不了，这个打就要死的呀。好，队友这把应该是垮了，我被割开了。像这种情况呢不要急，哎，先走，对吧，他
他崩，任他崩。哎，没打出来，没毒中，毒中就秒了，还可以啊，不亏，还是把他杀了。杀了的话，这个应该也守不住，但是好，可以走。哎，别点他。对了，哎。好的，哎，这个高地守住了。哎呀，守不住。没事，高地掉了没关系，他们没大龙，赚不了啊。我们只是掉一个高地而已，问题不是很大。这要掉两个高地，我们就不好打了。看看女警的装备怎么样了。两件套，会有一些作用了啊，不像一开始是零作用，现在会有一些作用了。再给他打个十分钟时间的钱，我们应该就能够起飞。一个 W 喷他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一颗牙就把他带走。好，赶快。大龙又可以搞一搞了，哎呀，相当的舒服呀。好，这波高地感觉是收掉，收完之后再搞个大龙，相当的舒服。没事，他不敢上的，他一个人。好，赶快我们搞一搞大龙。哎，就缓速了，相当的重要的一波缓速。哎，怎么会被抓过去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如果不会抓过去，这个戴安娜就死了。他没有的东西位移了。我靠，没视野！哇，不然这波我最少秒杀一个。哎，这个没视野太伤了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龙好像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呀。看一下，好，哎，你走啊，不行。队友没探，我探就被秒了。如果队友上去被秒的话还行，我的输出能杀好几个。可以，死了一个，掉了一个龙 buff， 我帽子了，而且我有闪了。啊，这个龙 buff 只要能够撑住，让我复活不被他们一波，就好说。快扛住，只要我复活就有角度。好像有点来不及啊，来不及了。哎呀，队友的输出打的并不是很多啊。